一菲是使用炼金术的魔法师，手持法杖在后方对敌人进行魔法攻击。虽然一菲的防御力较低，但可以使用特殊技能魔法盾减少伤害保护自己，并且有很多协助队友的技能，所以适合组队战斗。可以通过魔法复活倒下的队友，或用炼金术生成傀儡进行攻击。反引力风暴是一菲的强力攻击，该技能可以使周围引起失重现象，把敌人和物体浮在空中。一菲可以使用的另一种武器是双镰，双镰可以进行近距离攻击。一菲可以完美的混合使用物理攻击和魔法攻击，还可通过瞬移技能进行快速闪避。